大家好，我是姚波罗。今天我的朋友带我们来黑森林里面的一个废弃的疗养院。这个是他们的以前的正门，已经进不去了，但是我们要去找一找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去。这儿有一个门，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。这所医院是1907年建立的，本来是结核病医院，在一战期间很少有人来，因为在战争中他们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。一战过后，非结核病例急剧上升，这里的人就渐渐多起来。当年结核病还是非常严重的疾病，所以有很多病人来到这儿之后就永远留在这儿了。70年代之后，由于人们发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，结核病的数量越来越少。之后的一些年，这里被当作养老院，因为太偏僻，老人都不愿意到这儿来。在2001年左右，有人把它买下来，想做印度阿育吠陀疗养院，后来这个人破产了。2007年，一个神秘卖家花了85万欧把这里买了下来，之后就不管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这里就一直荒废到现在。看来这不是一个风水宝地。吃什么？那我们没办法，只能继续走。
我们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出口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